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。耶稣为了要在一个瞎子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，医治好生来就瞎眼的人的故事。我的上帝，我们的上帝，你为什么遗弃我？我哭泣，痛苦忧伤。你为什么不理我？为什么不回答？我的主啊，你出征为胜者，胜仗的对象，至高荣耀的主。主啊，亲爱的主啊，我主先信靠你，你便拯救他们，而不至于失望。主啊，请你拯救我，我已经不像人，倒像一条虫。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呢？是他自己，还是他父母呢？不是，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。走开！你们走开！我不能再忍受，我的精力像泼在地上的水，全都消失。主啊，我骨头已脱了茧，我心像蜡块融化在内脏，尘土般枯干。过来，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医治你的眼睛。
看这人不是一向坐在这里好办的人，就是他。不是只不过像他，瞎子的邻居和经常看见他在讨饭的人说，是谁医治了你呢？他就是你们所叫的耶稣，他医治我，我就看见。那个人现在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这天正是安息日，他被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。瞎子的父母被带到法利赛人面前询问，他是你们的小孩子吗？瞎了眼怎么能够看见？我知道他生下了就瞎了眼，谁知道现在他如何能看见？他已经是成人，你们去问他吧。开了你的眼睛，我已告诉你们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而来。开了我眼睛，你们竟然不知道，真奇怪，真奇怪，你问我真是奇怪。你这身在水中的人，你千万要记住，既然教训取我们来，坐起来赶出去。你信上帝的儿子？主啊，谁是上帝的儿子，好叫我信他呢？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跟你说话就是他。主啊，我信。耶稣是
说到这世上来，就是为了要生盼，是瞎眼的人他们能看见，巴黎塞人看得见，却心里梦了又看看不见。巴黎塞人不愿诉说，难道我们瞎了眼？耶稣说你们若瞎眼就没罪，但是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的罪还在。先生接近了主耶稣，他是瞎眼能看见，他的话红的接近同时一切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目的是要寻找失丧的人，在这个故事中他使瞎眼的能看见，可惜的是能看见的反而瞎了，因为世人都活在罪恶之中，不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得罪了上帝，所以耶稣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他所受的刑罚让我们得以平安，他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以医治，他使瞎眼的得以看见。哦，主啊，你真伟大。